Polypura 70系列怎么选？首先，如果你要在一个系列里面选相机，最好的叫它镜头模组通常都会比较大或者比较突出。但是我要告诉你 ，Polypura 70 Ultra 的伸缩式主镜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把1英寸的大底塞在里面，暗光下依然可以保证高质量的照片。 有1英寸大底，还可以拥有薄机身，让你不需要顾虑手感尺寸的问题，还可以拥有最好的拍摄体验。说到 Pura 70系列最主打的就是闪拍功能。如果你很喜欢抓拍，经常受不了拍到这么模糊的照片，哎，那么这个功能绝对可以很好的、很实际的帮助到你清晰记录生活。 好消息就是这个功能是全系列都支持的，而 Pura 70 Ultra 和70 Pro 它的额外优势呢，就在于它们支持超级微距拍摄，特别适合喜欢拍细节的朋友，平常就可以拍宠物啊或者动植物的细节特征等等，真是每拍一次都感叹一次，现在手机摄像太强啦！除此之外，还有 Pura 70 Ultra 这次拿出独有的钢化玻璃，强到就算是刀刮也不会有痕迹，就不用担心放进包包会被刮花。 至于怕掉下来，屏幕摔坏怎么办？ 华为表示 No worries， 因为这3台它的耐摔能力都被 100% 提升了。如果你觉得3台相机都很能打的话，哎，这时候就要看哪一个外观设计是你的菜啦。比如 Pura 70这是直面屏，然后更加利落，还有鲜艳粉；而70 Pro 呢，就是微曲屏，背盖纯色，更加简约，表现也相对全面。 Pura 70 Ultra 的话呢，也是微曲屏，背后带有高级压纹，最重要的就是相机最 top， 它们的售价分别如下，整个系列从3699起，直接到华为官网或者实体旗舰店购买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最后的最后，最近 Coop App 已经在华为 App Gallery 上线了，首次下单的朋友就可以拿到20块钱的包车。OK 啦，就这样。